主料米300克，猪肝100克，辅料葱8克，盐2克，水1000毫升，姜5克，料90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大米，加入放入高压锅内煮15分钟，熬至继续粘稠就可以。猪肝用料酒、葱、姜腌制10分钟，并取一锅放入煮好的粥，把腌好的猪肝倒入，煮3分钟就制作完成。烹饪技巧：猪肝不要煮得太久，否则口感不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